分别为启士、左右野马分鬃、白鹤亮翅、左右搂膝傲步。下面请大家先睹为快。好，同学们，下面我带着大家一起来学习24式简化太极拳。预备式：两脚并拢，两手轻贴于大腿外侧，眼平视前方，呼吸自然。第一动起式：左脚提起，向左侧迈开一步，与肩同宽，脚尖着地，然后依次踩实，重心在两脚之间，起手，两手平抬，抬至于肩平，屈蹲下按至腹前，保持我们上身的立身中正，重心右移，两手前后画弧，抱球，左脚点于右脚内侧，作为一个平衡的支撑，抱球的右手与肩齐平，下手与腹部齐高，两掌掌心相对，好像是中间抱了一个球。下一动野马分鬃，开步，脚跟着地，重心往前移，两个手前后分野马分鬃，移成弓步。大家注意，前手指尖斜朝上，保持手臂的弧线，右手落于右胯旁。好，下一动重心回坐，脚尖翘起，外撇45度，转身上步抱球，右脚点地，左手与肩齐平，跟刚才的一样的要求，开步野马分鬃二，手跟刚才一样，前后分，指尖斜朝上，左手落于左胯旁，形成弓步，保持我们的上身的姿势，立身中正，重心回坐，脚尖翘起，外撇45度，转腰旋腕抱球上步，点地，作为平衡支撑，开步野马分鬃三。好，大家注意啊，这个野马分鬃是左右要求是一样的啊，只是说换了一个方向，换了一边。好，下一动白鹤亮翅，上步抱球，后脚跟半步，前手掌心相对，形容抱的一个球，重心继续回坐，往后移，提手提脚，落手落脚，白鹤亮翅。大家注意，你的右手高于你的头顶，手掌心内旋，注意内旋，对准自己的右额，左手落于左胯旁，指尖朝前，这个步型呢是一个高虚步，上身保持立身中正。好，下一动搂膝傲步，按掌，右手向下按，左手格挡，
向斜后方45度搂手搂脚，注意掌右掌掌心朝上，左掌掌心朝下，形成一个阴阳掌上下驼的一个含义。开步屈臂，弓步推掌，搂手推掌，搂膝奥步。下一动也是搂膝奥步，只是反方向啊，重心回坐，脚尖翘起，两手向先向右打，再向左格挡，上步搂手，开步屈臂，弓步推掌，非常好。重心继续回坐，脚尖翘起，外撇45度，上步搂手，上步搂手，看后手啊，后手后这个右后方45度。好，开步屈臂，屈臂的高度这个右手与你的耳尖一样高，弓步推掌，搂膝奥步三。好，停。好，我们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前四个动作，起势左右野马分鬃，白鹤亮翅，左右搂膝奥步，这四个动作的完整演练。好，大家注意啊，在起势这个动作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脚，好，跟着我一起，这个脚注意要由大腿带小腿带踝关节再带脚尖依次提起，然后向左侧挪开一步，脚尖着地，然后再依次踩实，重心移向两腿之间，我们这个下盘包括我们腿的表现也要有啊。你像初学者可能会这个直接随意拿开一步啊，初学者容易犯这样的毛病，比如说在起势的时候很随意，就随便便拿开一步，是吧，这样显得很不专业。所以我们要求大腿带小腿带踝关节带脚尖依次提起，然后向左侧挪开一步，然后脚尖点地，然后再依次踩实，重心移向两腿之间，这个要求。好，注意在起手两手抬至于肩平，手你的手掌啊有一个微微向下垂的一个角度啊，因为我们这要手啊不能像一个棍子，是吧，我们要像一个鞭子，具有一定的柔和度，柔和度是吧，一个波浪，一个波浪的感觉，对，非常好啊。好，我们再练一下起势起手啊。好，起势抬腿，好，移重心起手，注意做一个波浪式的抬至于肩高，然后旋腕往下沉啊，注意掌根往下沉，好像是在水缸里面把一个皮球按到水缸里面去，对，往下按的一个意思啊。往下按的高度是与自己的腹部齐高，指尖呢不可以翘啊，指尖是平的，哎，平的，对，指尖是平的，好像是把皮球按在水缸里的感觉。好，好，停。好，来，我们做一个示范啊。好，你面对我。好，我们这个起势这个劲，起势要有一种向下按的劲，看到没有，一种向下按的劲。你如果你的手腕如果是向上翻的话，你这个劲是没有办法按到它的，是吧。如果我手指尖是平的，这个力量是往下按的，看到没有，这个含义，往下按的是往下按的一种含义。好，请。好，我们刚才讲了起势的要求啊，起势呢是我们的呼吸啊，包括我们的动作呀，都要完整一气啊，完整一气。好，我们接着讲下一个动作，左右野马分鬃。好，大家跟我一起从刚才的那个按的开始啊。好，重心右移，两个手前后，前后画弧啊，前后画弧，重心移向右侧右腿，然后两个手呢合抱于胸前，左脚点于右脚的内侧。因为这个24式太极拳呢，它是作为一个
普及推广的，所以呢要求有一个点地啊，这个地方有个点地是作为一种平衡的一种支撑。好，下一栋啊，野马分鬃开步。好，大家注意啊，我们这个太极步，在上一堂课我们讲过太极步的要求，注意我们开步之后啊，这个落脚啊不可以重，不可以砸向地面，或者是过小，或者是过大，这样都不正确。我们开步应该，好，停一下。好，我们开步应该怎么开呢？脚尖悬垂，脚尖绷直，然后贴在地面上，然后再勾脚尖轻轻的落，所谓迈步如猫行。所以需要我们腿部的下盘的功夫，需要腿的控制能力。好，下面我们再来一遍野马分鬃抱球开步，注意落脚轻灵。好，松胯转腰移成弓步，野马分鬃。好，移成弓步，我们这个动作的劲力呢是在我们的手臂的外侧啊，是形成一种斜伸挑靠的劲啊。野马分鬃是一个斜伸挑靠的劲，我们的劲力是在外侧。好，停。野马分鬃的积极含义是什么意思呢？好，抓住对方的手，关注他的脚，上步是关脚，然后另外一只手呢从他的腋下挑靠，挑身斜身挑靠，将其击倒。好，我们再来一遍啊，上步关门，上脚关门，斜身挑靠啊，一挑靠他就要倒啊。好，下面呢我们再接着往后。好，我们先把刚才的三个野马分鬃来完整演练一遍啊。好，抱球野马分鬃开步，一，重心回坐，脚尖翘起，保持平稳啊，重心不要忽高忽低，转身抱球开步野马分鬃，二，好，重心回坐，脚尖翘起外撇，上步抱球开步野马分鬃，三。我们这个动作讲究左右阴阳平衡啊，左右两边的。好，下一个动作白鹤亮翅跟半步抱球，所谓跟半步就是我们这个弓步的一半，跟半步不要跟全部啊，我们要跟半步啊。好，跟半步抱球，重心回坐，脚尖和手提起来啊，是一种往上挑的劲啊，挑的劲，挑起来啊，把对方挑起来，落手落脚白鹤亮翅。好，注意你的上手高于你的头，手掌呢内旋对准自己的右额，左手呢落于你的左胯旁，指尖朝前，立身中正。这个白鹤亮翅它也有积极含义，它同时呢也是一个亮相的动作，就犹如白鹤展翅的一种舒展大方的感觉啊。初学者容易做到手抬得过低，或者头容易歪，或者是仰头，或者是重心前倾，或者是后仰等等，都是不正确的。我们要求做白鹤亮翅要舒展大方，头上领，气下沉，一种支撑八面的劲，这样的动作看起来才饱满，就好像是一个打足气的皮球，具有膨胀感，是吧？不可做成卸了松懈了，没有精气神，虚步，这是一个高虚步。高虚步大家注意，我们的裆也要圆，因为太极拳是一个圆运动，处处都体现出圆，不管是我们动作的路线要走弧线，我们的肢体，我们的动作，包括我们的步行，都要讲究一个圆。那么初学者容易犯的毛病呢，就是夹裆，你看两腿夹得太紧，下面夹裆，这种感觉。我们要求呢裆部要撑圆，裆部要撑圆，形成一种向外
向外膨胀，向上支撑八面，这样的一种劲力，所谓的膨劲。好，下面我们再练习一下搂膝奥步。好，我们从白鹤亮翅开始啊，白鹤亮翅。好，搂膝奥步，注意啊，对方有一拳打过来，我的右手向下按，对方一拳打过来，我的右手做一个格挡啊，往下按按，化掉他的劲。对方第二拳打过来，我的左手进行一个格挡，看到没有，对方一个拳打过来进行一个格挡，有一个格挡，是一个踩和格挡两下啊，踩格挡，然后向斜后方搂手，有一个上下驼的意思啊，上下驼的含义。开步屈臂，上手与自己的耳朵耳尖齐高，下手呢放于自己的腹前，弓步推掌，搂膝奥步。好，停。所谓搂膝奥步，搂膝指的是我们在膝盖前面有一个搂手的过程，是吧，有一个搂手，同时呢右手呢有一个以手带弓的动作，在搂的同时要去进攻，然后我们这个推掌呢是要求指尖在前面试探，指尖在前面探到最后的时候再做掌根，形成一种暗劲，力点在掌根，形成一种暗劲。好，我们下面来演示一下搂膝奥步的积极攻防。你用低边腿来进攻我，低边腿，对，看到没有，他用低边腿来进攻我，走走，啪，同时进攻他，有一个搂和打。好，再来一遍，走踢搂，看到没有，搂可以防住他攻击我的下盘，哎，搂走走走，打推啊，是这个攻防，积极攻防。所以我们了解了它的攻防含义，了解了积极含义，那么我这个动作大家知道这样做到底是什么目的，是什么含义，便于我们大学生好好学习，是吧，能够更好的领悟太极拳的不仅是肢体上的动作，并且还有它的积极攻防的效果。好，同学们，我们刚才学习了24式太极拳的前四个动作，那么现在大家一起来把这四个动作咱们来复习一遍。好，预备，是两脚并拢，两手轻贴于大腿外侧，眼平视前方，呼吸自然。好，起势，左脚提起，向左侧迈开一步，与肩同宽，重心移向两腿之间，起手，起势，抬至于肩平，屈蹲下按至腹前，对，按至腹前，对。好，注意啊，注意我们这个腋下不要夹啊，不要夹，要保持一定的这个疏松，虚开腋下。好，重心右移，画弧抱球，掌心相对，非常好，开步，野马分鬃，一。好，大家注意你的眼睛看手的前方的延伸，看远方，对，右手落于右胯旁，好，重心回坐，脚尖翘起，外撇，上步抱球，注意保持我们身体的立身中正。好的，非常好啊。好，开步，野马分鬃，二。好，重心回坐，脚尖翘起，外撇45度，上步抱球，开步，野马分鬃，三。跟半步抱球，白鹤亮翅。内旋啊，这个手腕呢、啊、是一个内旋，内旋对准自己的右额啊，内旋。好，
搂膝二步，抬手格挡，搂手收脚，开步屈臂，弓步推掌，推出去，手臂要保持一定的弧度啊，不可以撑直啊，保持一定的弧度啊，不要塌腰，腰要远一点，对，头上上顶。好，重心回坐，脚尖翘起，外撇，上步搂手，开步屈臂，弓步推掌，搂膝二步，手往前放一点啊，要不然这个往后放的话呢，这个地方就会突肩，是吧？破坏了圆。我们要求手要往前放一点，放在你的膝盖的旁边就行了。好的，非常好啊。好，停。好，今天我们学习了二十四式太极拳的前四个动作。那么下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种桩功，叫单腿桩。好，同学们跟着我一起来做一遍单腿桩的要求。两手叉腰，左脚提起屈蹲，大家注意这个动作，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头上顶，躯干垂直，不可前倾或者是后仰，东倒西歪，是吧？这样都不对。我们要求身体保持立身中正，脚下呢五指抓地，保持平衡。主要的受力点呢是在我们的大腿上面。好，我们这样静止的站一会儿啊。对，受力点在大腿这个地方，注意我们的大腿不要摇晃啊，尽量要控制，不要它摇晃，气沉丹田，放松。除了大腿肌肉用劲，其他的地方我们要放松。